在路上遇到一个黄金猎犬，我就去买了罐头，希望它还在，就给它吃罐头。你要不坐下？坐下。没有好装哎。空空的，把你丢弃了。反正我们再去买一罐。等我。再买一罐。牛肉口味，他怎么那么会吃啊？要破产了我！在我买的挂罐回来。等，等。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家的狗。好，没关系的。谁家的狗啊？吃罐头，你要不坐下？坐下。没有好装哎。空空的，把你丢弃。反正我们再去买一罐。哎呦，我到底哪里？你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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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到底哪个音？阿妹音？你谁？来，别走。啊，一到这音，根本没出来。啊，不到音。IG Golden Butter 2014时常分享黄金猎犬 Butter 的可爱日常。只见 Butter 见到晚回家的饲主，便气冲冲地走向饲主，并怒目而视。
自主分享，十岁的 Butter 个性活泼开朗且热情。 Butter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时时刻刻黏在四主的身旁，所以四主除了会带 Butter 去散步外，也会带他到公司一起上班。也难怪只要四主很晚回家，会被 Butter 用眼神严厉斥责，生气还不忘记掉他的布偶。从表情和步伐可以看出有多生气。照一下相而已，你错了这样。